放首歌给我听。为你精心挑选必须让他给我放首歌听，缓解我现在的心情。那你们都谁在那里玩？现在喝吗？还不能吧。那你们都是谁在那里玩？基本上只有我跟叉子逛了几个小时，太累了。只有你跟叉叉？因为其他人很晚才到啊。咬嘴巴了。Hello， 眼睛红红的，因为那个吧，隐形眼镜戴睡觉，刚睡着了，在车上太困了。啊，速报还没有来得及看呢，我刚到中心，整个人都不行了，在外面坐着等的我人都睡着了，很冷。啊，第二名，刚报完，哇，好厉害哦，牛牛牛！我想给自己涂口红。干嘛嘿一扔、你不满意，吃了橘子咬两次才能。虽然要吃饭了，不过要吃饭算了，先不吐。我的帽子摘下来了，哦，有点凉，不是什么的。哦，米麻薯，真好。嗯，马都吸不上来了，在外面冷，回来就不冷，就是头发压塌了嘛，很正常。太累了，我跟你们讲，今天你们不知道欢乐谷有多少人。太人太多了。我跟你们讲，我从我刚要进去门口排，我跟你说是这样子的，我们买的是4点以后的票嘛，我3点多就到那儿了，但是他车不让进，很奇怪，我们走着去的，走着。看到了，刚知道了。然后还好，遗憾是免费化妆，所以排了那么长的队，我们就进去了。我一个项目都没有玩，因为太挤了。每一个无聊的项目，即使再无聊，它都有一堆人排队。我只玩了一个项目，花了我10块钱买了一双手套，走了一个塑料板门搞的迷宫，大家都出不去，里面的人越来越多，没有，然后但是就是没有人出能出得去，大家推门推门，你见我我见你，绕了几分钟之后发现还是你，我们永远都在一起分不开，即使在这么昏暗的那个环境下，还是有一位妹子说你好好看呀，哈哈，我光记着这个了。他那种迷宫，他的名字就叫迷宫，他根本不是迷宫，很没有体验感，因为他就是塑料板板这么高，就比我高一点吧，在那推来推去推来推去，而且那个门也很破旧，顶子就是你看到顶上面的灯啊什么的，空调啊吹的人冷啊，然后你就感觉自己很傻，就不明白为什么要玩这个游戏。然后大家说老板放我们出去不玩了，然后反正我最后玩了一会儿就不玩了，我就出去了，他们说放弃了。其实不是放弃了，是真的没有挑战的意义。在我们进这个门之前就听到别人说一直往左边摸着就可以走出去了，但我心想即使知道了也不可以这么做。不是口红晕了，是就涂到这里来的，眼妆也不是花了，就是这样子的。这个眼妆的意义就是我流泪了，你知道吗？这是我流下来的泪水。
眼睛红了，这是真的，睡觉睡的了，戴着隐形眼镜睡着了，还有眼睛红了。然后，嘴巴这边红的蛮明显的哈，我感觉，因为很干，而且这个隐形眼镜很久没有戴过，因为它是橙色的，我现在不戴橙色的隐形眼镜。算了，不取了，就先这样吧。我现在在吃饭。因为我眼睛没有感觉到难受，可能就是睡觉睡的了，然后加上缺觉吧。我摘下来也会红的，不是我摘下来它就不红了。隐形一天最多戴八个小时，可是我只要一戴上，基本上。就一定会超八个小时。干嘛？嗯，我不摘，我不摘，不摘，不摘就不摘，我吃饭。我在。被这个蒜辣到了，茄子、鸡肉、粉条和这是什么？土豆吧。那你们看一看，等会儿。看起来很没有食欲。但是只是镜头拍出来而已，因为太花了，我现在镜头有点花，而且他拍出来的人白乎乎的。怎么回事？小朋友。但味道还是蛮好吃的，我自己觉得可能饿了，太饿了。我给你们接着讲，我进去之后有一个小姐姐，然后身边有个朋友，她说能不能就是拍几张照片给我们。我当时想着说，哎，我今天也不想自己拍，不然就让她帮我们拍一下吧，就让她帮我们拍了几张，拍了两三张吧，用相机拍的。到时候发给我，说行，反正就相当于跟月拍也没什么区别吧。然后不要钱，然后就先拍的我，给我拍完之后就那个，因为那个女孩子她想跟我合照，她就说能不能跟我一起合照拍几张。我当时拒绝，我说啊，我说不用了，那个不太好，那个什么，她脸立马黑了，你知道吗？你懂那种立马黑，这是我人生中第一次感觉到，就这样立马黑脸的。我当时人都好尴尬，我都尴尬的不行了，你知道吗？他可能也不是故意的，但是他的表情立马黑了，黑脸了。啊！我的粉刷，什么别理这种？是因为就是我自己不是别理这种，同志们，是我觉得有一点尴尬，你们懂吗？因为我拒绝了一个人，他肯定会觉得很奇怪，为什么不行，对不对？但我没法解释，因为我其实说实话我也不太想解释。不是抖音运营，能看出来他们就是自己随便玩一玩或什么的。然后我让我男朋友给咱俩拍，我说不用了不用了，我又那个不用了，那个不用了。卡了吗？不知道。
网不太稳定吧，估计是小猫打架打的，他们现在在跑。提到男朋友卡了，就是说那个女孩子让那个她男朋友帮忙一起拍照，就是让她男朋友帮忙拍，我说我不用了。我天哪，你们说的对。但其实今天有个小男孩送了我一个糖，有个小还是很卡吗？我用了自己的流量，现在你们重新进一下吧。我没有流量了，流量前天就没有了，就花了钱吧，可能。也不播很久，反正我。看他送给我的糖，我看着还很开心。结果后来发现他是个粑粑，这个糖。别说了，今天那个什么，我们进去之后也玩了另外一个，就是和一个人摇骰子，但我不会玩，就是他要说几个几什么吹牛什么的，但我不会玩这个，叉叉赢了。他很厉害，因为那个人说他几乎没怎么输过，但差一下就把赢了。然后我玩，我不会玩，我在那跟他玩着，把他都玩不会了，然后我就输了。赢的人会有奖品，我们最后去领奖品，是一个糖，一个长条的糖，还挺好吃的，一会儿发黄金。谢谢直到谁谁变油的恶魔偷水，谢谢 QQ 企鹅的南瓜派对。刚要说什么？哦，对，最后去领糖的时候，叉叉又赢了他一次，然后我也吃了一个糖。谢谢嘎嘎嘎的丹娜凝视。仓鼠谷人太多了，必须。排很久的队，我一个小，所以我一个那种排队的项目都没玩。我其实到现在也没有太懂，是说摇骰子，然后，我先说我有几个几，然后他也说他有几个几，然后如果我说开开的话，谁更接近自己说的，谁就赢了吗？不是我赢，是叉叉赢。我输了，我不会玩，没有就输了，那我肯定没有啊，不然他就怎么叫吹牛呢？我吹牛了，那我肯定没有啊，那我肯定会输啊，那这个怎么赢？谢谢白胡子老爹的奶茶。两个人能加起来是吗？哦，这样子啊，那这个还稍微可以一点。我一上来就说五个几还是什么玩意儿的，五个几来着，还是几个几来着，他就说开开开开，然后我就输了。我现在相信我，没事，到时候我去请教一下是怎么玩。我应该没有机会和那个鬼玩了。
多过叫的数我就数，多过我叫的数。嗯，一会儿再去琢磨一下，虽然不太懂。回来真的好艰难，因为那边人不是很多嘛，然后车不让进，只能坐出租，但很多出租就是那种在那里坐地铁家的，有一个出租车200块钱回来，然后我们觉得太贵了，往前走了走又问一个，他说问一下他多少钱，他300吧，然后我们就打车，但车进不来，最后还是坐的出租。因为我发现真的200多了一点，217块钱，好贵哦！早知道就应该答应那个200块钱的人，下次知道了，哦，可能下次也不知道什么时候了。我们做的217那个就是计表的，不是啥收费的，确实很贵。原来这么远，嗯，凌晨4点啊，果然上海打车好贵。去的时候90多吧。嗯，这个土豆还挺好吃的，感觉口感不像土豆，这是不是不是土豆？嗯，什么扇子哥问我愿不愿意当他的老婆？什么？他是不是在过愚人节？他有问题，真的他有问题。嗯，我肯定悬崖是什么？他觉得我一定会。嗯，这么有自信呢，山子哥，太自信了，不能让你这么自信。什么连麦对线？看看。不，等会儿啊。在哪儿没有看到？没有看到呀，电台不可以的。我就说没有，连麦不可以电台。如果可以电台的话，以后可以两个人像打电话一样了。什么？我让他上直播对线，我还用让他上直播对线？我微信干嘛使的？今天可以连麦 PK？ 只有今天吗？山子哥确实想我了。我前两天就跟我，哎，是昨天吧，嗯，昨天就跟我说想我了。我回了他一个表情包之后，我就去搞衣服，然后就找不到手机了。他会不会以为我是害羞不回他了？
手机不豆瓣好，我没有好敷衍，是我回，是因为当时我到中心了，我要进仓库把东西放下，把东西一放下，然后我就不知道手机放哪儿去了。嗯，哎，嗯，三十哥要来哪里？我的房间吗？我直播间吗？嗯，今天还收到了这个糖。但是我感觉这个糖好难搞，怎么？我觉得这个糖它做的不对，这个糖它的薄厚不均匀。你看，我不知道能不能看出来，透给它透个光看看，可能看不出来。然后吧，它又很厚，怎么可能用针戳得开呢？我不信，那我一定一戳就会死。舔一下哦，要舔一下呀！舔，我这得舔多久？我尝一口吧，我感受一下。不用感受了，还好，还好，还好。不可能的，这根本戳不动。我以为是饼干，嗯，下次带这个去迪士尼，然后掰成几瓣分给大家一块吃。嗯，现在迪士尼没法去了哈。想起来了，我都忘了。嗯，过阵子吧，最近不太行了。这个针我留着吧，针还不错，质量挺好的，比我之前用的针质量好。哎呦，我的指甲，你们看我指甲，气死了。这边就好好的，这边是因为戴那个手套。还是什么东西，那是可能掉颜色，把我指甲都给染了。生气。真可以搞手机卡，不行。真太尖了。用耳钉，可以用耳钉。我要真缝衣服呀。冬天了，衣服的补丁都得补补了，补补冷得慌。嗯，今天的妆是我给姐看图片。让他给我画的，他边画我边改的，因为他把我画成了迪士尼的反派。我说姐姐，我想美，不是要坏蛋，也不是想那么夸张，你们懂吗？迪士尼的红皇后这样子色的，那黑了，黑不溜秋的，那硬朗的线，你想一下那个花车前面跳舞的人，我就那样，你能懂吗？然后我就拿遮瑕给它遮住了，重新补了补了补。那我因为我昨天看反图了，
看到他们画红色的眼妆或者什么东西的时候，显得脸有点肿，眼睛也有点肿，而且大家都画的花里胡哨的。我有时候会注意看他们的妆，忘记看他们的脸了，会感觉每个人可能长得都差不太多了，所以我就不想脸上有什么红色。我本来想做可爱的那种，因为我发现这种妆容可爱的那种蛮好的，就是那种白色的、粉色的，蛮好看的，显得人很，就是漂亮，真的是漂亮。虽然是万圣节啊，但是万圣节也是想要漂亮一点点的。我今天就是在那个万圣节，不是有那个很多 NPC 嘛，今天就有很多人一直在问我是不是 NPC， 然后我在路边上看到一个长得还行的那个 NPC 叫做叉叉，结果我们俩被一个跟那个 NPC 一起合照的一个女生美到了，因为我们看了一路没有看到，还没有看到美女，然后看到一个正在跟 NPC 合照的一个女生，哇，好好看，太好看了，她扮演的是天使。形容一下，就脸小小的，发型很好看，然后，想想，妆容很淡，有一点点，就脸上只有一点点红，扮演的天使带着翅膀，还有有没有头发，有没有圈圈不记得了，笑起来很好看，牙齿是偏小的那种，长得很高，比我高，身材很好。不是女二的那种，说不上来。我不敢喜欢。嘴是不是没擦好？就是这样子的，就是故意画出来的。今天也是。那哥一直说你的嘴这里，我说就这样的，为什么不敢喜欢？就不敢喜欢呗。这么晚吃饭为什么还这么瘦？也没有了，吃了就会胖。脑门是我画的，你们看不出来我写了什么应该。哎呦，我的指甲昨天涂了红色，结果今天早上起来它就要掉，我就给全抠掉。我有点不知道该写什么字了，都写的什么，写的是小写的那个吃羊肉串不蘸料更好吃，
骗你们了。不行，我要给自己涂点口红，给你们看一个口红。哎呀，完了，我的化妆包不知道在哪里，可能在办公室。嗯，那我就不能给你们看那个口红。那口红我觉得我永远都用不到，结果今天用到了。其实我今天找他们借口红是因为我嘴太干了，我觉得已经干到我不行了，而且我说话已经说不出来了，感觉等到12点才可以买，才会买200减30还减多少。什么颜色口红吧，就紫色，很紫，很深紫，不好看，就是日常涂不好看，会觉得你们会觉得我中毒了。哎呀，不行，我涂了口红不能这么吃，我注意一点，看怎么。让他可以不吃掉我的口红。嗯，我知道了，我知道了，吃个别的吧，喝点奶茶吧，不吃。白喝茶白道的玉啊豆乳米麻薯，喝这个其实就可以喝饱了。我总喝茶百道，不是我总喝茶百道，只是这段时间而已。就像我以前我也不喝这个，我也不知道有这个茶百道不好喝，那你就不喝呗。我喝我想喝的，你喝你想喝的。好吃，休息一下。你们看、我的袜子烂了，就是我鞋上的那个装饰品给我刮烂的，它今天老刮我。哎呦我的天哪，沾了一堆毛。因为我鞋上的那个装饰品老是刮我，然后我今天就翘了一下下腿，就被他给刮了。来尝一下这个，之前我在抖音上有刷到别人吃他们家的东西，听说很好吃，正好用针补回来了，补不了了这个东西。那我都尝一尝吧，我的手机呢？在这儿，给你也擦一擦。
我给他擦擦，是因为这是酒精湿巾，给他消一下毒。噔噔，一会儿可以让他们上来尝尝。碎了呀！好害怕呀，好害怕呀，好害怕呀。好紧张，我还是拿筷子吃吧，不然。它不是蛋，这是蛋挞，但是它可能是个内心有东西的蛋挞。我看这，就是那个虎头菊，是吧？以前我们就是那个爸爸，他吃蛋挞，他喜欢吃里面的馅，不喜欢吃皮，然后就由我们把皮解决掉，你们懂吗？就是林夕和，我们叫他爸爸。哦，因为他喜欢吃的是那种，就是这种酥皮的蛋挞，所以酥皮的蛋挞他都直接把内心挖走，留下了可可乐乐。韩家乐胜胡小慧，这怎么是这什么东西？怎么有这个？这什么东西啊 ？PK 游戏，什么东西？怎么这样？我怎么不知道有这个东西啊？刚刚我知道有 PK， 但是怎么？它是自动 PK 吗？我没说 PK， 它就自动 PK 了。擦上口红，多擦点。连回去再输了，那不岂不很尴尬？那这样，我假装我不知情，我说：“乐乐，你记得吗？”巴拉巴拉巴拉，哼，对，骗他。去哪里了？
嗯，等，我怎么没找到他？没找到呀。他在连麦。那我先找别人。我知道了，先去找张艺兴。先去假装找张艺兴。哼，我也像刚一样，刚刚乐找我干嘛来着？我在说啥呢？赶快跑，赶快跑！乐乐下了吗？我去看乐乐。坏女人。没有看到她。真是的，换一个，下一个受害，怎么说受害者呢 ？No， 瑞杰吗？不，瑞杰是不是刚到呀？找一个比较好骗一点的，哎，那就瑞杰吧，瑞杰是最好骗的。对不起，瑞杰了，瑞杰是最好骗的。你知道吧？不然赢了我也没有漂亮的脸。我看看啊，整一个上次那个灯光咋整？先是开这个对着我，
把这个关掉，关掉，下去。然后上次是说，啊，是拿 iPad 放在眼睛下面。哦，想起来了，还有关掉我们屋的灯光，关掉。小兰，你干嘛这样看着我？呜呼，是不是？是不是？这样话，重点就是在我这里了。哎呀，啊，张雨欣，太坏了，张雨欣，不行，我得告诉他那方便面是我的，怎么着，我要把那两袋方便面给拿回来。我又去找他拿，气我不行，我现在就我补个妆，我妆都不能输，妆容上，怎么感觉我自己变暗了呢？没有上次漂亮了，一定是我灯光太暗了。脸白就够了，我不喜欢脸很白，同志们。我觉得，而且我这个粉饼真的好难用，我已经记住了。我，啊，等会儿，这个可能会映出来什么？这样，好，还是把灯开开吧。因为我刚一看，发现它映出来一个照片，你知道吧？切。天猫精灵，放首歌给我。嗯？他怎么不放歌给我听？哎呀妈，吓死我了！我刚把这个灯一关掉，吓我一跳。我这个妆，我给你们关。哎。不，哎，怎么关？啊，它变更亮了。真的，我这个灯光这样一弄，一从底下一照，这个好吓人。天猫精灵，你好，主人，给我放首歌听。他为什么不理我？天猫精灵，给我放首歌听。天猫精灵，你为什么不给我放歌听？抱歉，网络似乎快小开了，建议您检查网络后再试一次。是不是他连不上网了？讨厌，看来是我们屋网真的太差了，连天猫精灵都不听我的话。抱歉，网络似乎快小开了，建议您检查网络后再试一次。吧，那我这个放吧。红了，又白了。随便放一首歌吧，今日推荐歌曲。啊，他也没有网。那听这个虚构者吧，听说明天要发了，是要发 MV 了吗？去找乐乐吗？嗯，乐乐断连麦了，没有吧？我去看看。我去找乐乐。预告哦，预告，那我先提前准备着那个。他不接呀？怎么接呀？他拒绝了。这个女人拒绝了韩家乐，以后我天天找他连麦，我天天烦他，我不跟他 PK， 我就单纯我就要烦他，我就不让他说话，我说他这男人。好，那我去找那个谁张雨欣，
我说把那两大方面给我放那儿，那是我的。他们也拒绝我，不然一会儿我就变成鬼去找他。他怎么这么快？这么快就关掉？太快了！我还没有说把那两袋方便面留下呢。不行，我再去找他。对呀、啊，我脸都他嘿嘿，他这样嘿嘿，然后就没了。他这个头发很烦，这个地方感觉有点多了，但是不是他就这么长，我再整上去，不要在这里烦我。我去把麦，呸！我去把灯开。今天的画质不太好，因为我今天的网太差了，知道吧？我再去找一下乐乐。难道这是拼手速的吗？方便面他要吃了，那我一会儿跑过去把他零食吃掉，把他薯片全吃了。小虎哥怎么长痣了？因为换只羊。什么叫换只羊？难道你意思说我是坏蛋？我看看，那我去找陈楠，他会不会觉得很？估计他很无语了。笑死。哎，但是这个有什么用啊，同志们，这个东西有啥用吗？他有什么奖励吗？他没有奖励的话岂不很无聊？到二十万基础才有用，是有啥用？我还没有来得及看这些东西。反基础反什么？哦，30号1-1加鸡腿，你输了的已经上榜单了，是什么意思？感觉我眼睛好多了，你看没有刚红了，对吧？我就说，刚睡觉睡的，让我赢个快乐，好吧，赢快乐也行。没有刚那么红了，我眼睛没啥感觉，其实。嗯，我们屋好像没有 WiFi 了。乐乐拒绝我了，刚刚。再来一次啊！再来一次，看看。哼，我不。他肯定觉得我缠着他了，我才不是那种爱缠人的人呢。你说的没错，我必须让乐乐下次主动连我，让我拒绝他。我刚刚才说要天天找他，那是，那也不是今天。
对对对，我就说了，但是我就不这么做。看看啊，嗯，啊，看到了，但是我不舍得骗他们。那刚刚那个不是我故意要骗他们，我只是那我找孟慧吗？不然找孟慧，因为跟熟的人才会那个好那个什么一点吧，不熟的那都不好意思也是吧。嗯，还有一些是我在他心里形象不是这样子的，我不能随意破坏。怎么？这是有包袱，这是有包袱。我什么形象？我不告诉你们。是啊，但有前辈的形象，怎么没有了？哎呀，我不告诉你，干嘛告诉你？不好意思啊，有人叫我前辈，当然有人叫我前辈啊。查查还以为赢了，不要告诉查查。差点就撒出来了，没有撒出来，我看了一下，没撒出来。你说的对，我是前辈，比如贤，我是你前辈。前辈好。你再叫一声。前辈好。前辈觉得你声音太小了。你是那个学姐吧？我是那个学姐？跑到别人宿舍里说。说啥？等我一下啊！我是你们的学姐。嗯。那个谁谁谁。然后呢？他们肯定知道。他们说是张美玉。对，张美玉。说啥？哎，这什么歌？他为我推荐的歌曲。我是你们学姐，然后呢？让干嘛？我不知道，也没有看过这个。包间茶房，记住我的脸是吗？我没有看过那个呢。我大概懂了，就一个学姐，她是不是去另外一个人就是屋子里说让叫学姐？然后我刚刚看弹幕说什么要鞠躬就是的，就我刚刚那样子，我这样子是不是很正常？我说声音太小了，我可没有让鞠躬，我说哦，一说到这个让我想起来一个，今天我在。就是在路上走着走着，看到一个女生在给她男朋友系鞋带，然后后边的人就这样看了一下，然后那个男生就说没，他说没事，我也给他系。然后后面一个女的生走了上来，然后就就这样，然后我跟他就觉得。为啥他们不能自己记自己的？你给我记，我给你记，这样不难道不累吗？给别人记鞋带很难哎，还是给自己记容易？
你懂吧？嗯，你错过了。我们狼哥可爱瞬间，就痴呆的表情在舔脚。小狼，也想你了，宝贝。不是我不懂，我看着都有点累。小狼，姐姐好想你。我每天都想夸小狼，不是我想夸，就是我不自觉的就会，嗯，大哥，嗯。小狼，嗯，姐姐这样你还认识我吗？你还认识我是谁吗？怕他不认识我。哦，对，刚刚还有个饭还没吃，一会儿再吃吧。哦，有这个呀，这个小麻薯，用叉子叉一个。因为小王，我怕他根本就不记得我是谁了。我每次想抱小王都要先假装看向别的地方，然后走向他，慢慢蹲下，摸一下头，然后再抱。小狼，你喜欢姐姐今天的造型吗？哎呦，姐姐穿的黑衣服，所以不能抱你了，你就在前面待着吧。今天也很乖哦，今天也是漂亮的宝贝。嗯，谢小狼单推王的荧光棒，还有谢刚刚前面朋友的礼物。好，跟大家打个招呼，姐就放你走，因为你。又忙忙，姐姐不能抱你了。好，太滑了，太滑了。哎呦，去吧。我没有，我平时抱的是要这样抱的，今天就只敢这样抱，拖着。几点了啊？我到十一点关掉，我还有两分钟。没想到吧，来这么突然哈。就把妆赶快卸掉，然后问大家回来没有，估计还没有到呢。尝一下这位小朋友送我的糖，好吃不好吃？我本来想在那个地方就吃的，但是没吃，因为我不想打扮成这样，但是却在……嗯，这个眼睛和我一样花了，眼花了，往下吃。来不及了，把眼球吃没了，还行，挺好吃。尝不出来什么味儿的呀。嗯，怪不得尝不出来什么味道，因为它就是麦芽糖、白糖、水、淀粉那些东西。他没有眼了，他的眼睛被我吃了，他画完了。明天要去做一下核酸。嗯，没想到
看到一个视频说你这样子咬，就用中间的这些牙咬东西，你的太阳穴就膨起来。然后就显得你脸那个呀比较线条比较流畅，所以今天是糖果。好，知道到点了。他们说这样的话咬肌不会凸出来的。啊，把他的头发吃掉，拜拜。您拜拜啦，还卸妆去了，晚安。